不错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他表现不错？你要请我做个小的会。我会考虑一下。好啊，对，好，谢谢了。好，对，好，拜拜。欢迎欢迎。是不是？那你该不会想要点他们的歌吧？我不会唱，这阿信也是要后半段才出来的。没点，你有来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是吗？有，我变成嘴嘴了，我都拍了。真的、哦？好看了是不是？那你该不会想要点他们的歌吧？我不会唱，其实我会一首阿信的歌曲。但是我现在想点你的。这首歌呢是我的，也是阿信的。说好不哭，说好不哭，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那你就是阿信了，好吧？我还要站上台唱。来了，老师来一下。噔噔噔噔，这是个好多层的那种歌。我在青岛的时候，就在青岛的那片海滩上，有一个那种，就是可能需要女生拍这个。这阿信也是要后半段才出来吗？没点，我先唱了。可以上去了，可以。没有了联络，后来的生活，我都是听别人说。说你怎么了？说你怎么过？放不下的人是我。难过的时候就待在角落，就当别人问起我。怎么了？你低着头，数着我，连抱怨都没有。开始哭，全部对我说，不喜欢一个人生活。分了以后，要我好好过，看来要像自由的我。对着对视后，你还在意着别人是什么，看不看我的。你解释着，是我的错。